啊，你敢那暗迄落赶紧过过啊，逐工穿安尼啊，担只晓啊啊！人想讲问看有人要请我去做歌星，无讲。人客来。人客，你好。哎。要槟榔啊？嗯，槟榔你遐啦。啊，你怎不见？我亲的啊。哎呦！500，会使甲伊讲规矩啊？500就是爱有一条歌通爱听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恰恰恰，我被你骗了，骗了。来，开始哦，好来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恰恰恰，很帅呢。我要10块，我要兼听歌歌的奖金。好，我就紧闹声哦。今年你要包，你今年你要包，你今年要包，你10块呢？今年啊，别起来。睡梦里就好像藏起回忆妈啊，你哪会走来这啊？你是要去哪里？你当作我要做生理啊？是啊，生理不做啊，生理不做啊，你哪会不做？我要来去行政院，要来立法院，要来监察院。你要去啊？要门口抗议。哦、我带一个，唔知叫伊要甲人选，阮选袂掉的啦。啊，你要共抗议安怎？抗议讲是安怎？爱国奖券无代无志，甲我停起来。爸爸。啊。啊，那一定都爱卖爱国奖券呢。是啊，卖爱国奖券，才是爱国。啊，你敢那暗迄落赶紧过过啊，逐工穿安尼啊，担只晓啊啊。人想讲罔看有人要请我去做歌星，无讲。请啊，几多偌济？这一粒10块啦，10块，这粒100啦，免，爱甲伊讲规矩啊，免哈。规矩哦，啊，看伊安怎交关啦。几粒啦？10块，嗯啊，10块卖我摕只，10块只，10块只，哈，这青啊好个啊，10块免甲伊讲规矩啊。刚刚袂歹讲啊。哦。哎，人客来。人客，你好。哎。要槟榔啊？槟榔在遐啦。喂，阮左囝的啊，你来。哦，这你怎么囝？嗯，啊，无你当作阮小妹哦。是的，是的。对啊。哎，你卖槟榔哦？卖槟榔啦。哦，你这你怎么囝？哎，查某囝唱歌啦，啊，有人摕我来倒卖啦，啊，都爱国奖共停起来，无法度啊。无骗我。卖便宜啦。这你怎么囝？我亲的啦。哎呦。嘿嘿。哎呀！五百，会使甲伊讲规矩啊？会啊，500会使啊，500还佫一半尔，一半啊，甲简单讲。哦，好，安尼啦，人客安尼槟榔你先收起来吼，500就是爱有一条歌通爱听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恰恰恰，安尼俩，500俩，哎呀，够啥意思哦？什么要啥秘书？啥秘书有啦，阮某伫后边无啦。哎，安尼袂歹呢，500块就有通好安尼听歌。哎，你啊，是我到尾一天啊，潘啊，到尾一天，一天啊，哦，我尾一天啊。安尼啊，搁有安尼吼，安尼嘛是着爱甲讲规矩啦哈。啊，先唱歌。人家嘿，安尼开始哦吼。来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恰恰恰，很帅呢。哎，有价值，有价值。哦，这赞，我要10块。10块，搁一粒啦。哎，来。嗯，我要兼听歌歌的奖金。好，我你10块要听歌兼要奖金。哎，好，我着紧闹声哦。哦，啊，真真的啦，两招迄落啦。今年你要包，你今年你要包，你今年10块呢？今年包。爸爸，爸爸，爬起来。你来爬起来行啦。你还是爬起来啦，爬起来。啊，你头脑开啊。你要靠你10块呢？摆脚，恁别咧摆假啦，